哦，声音好像大声的样子哎，而且他这个连封面都没了。Oh my god！ 哦，他这边跟你讲，右键是把视野往前，按一好像是开门解锁东西，然后 WES 上下左右 R3 是什么 ？R3 就如同这个的意思。哦，他这好像有支援摇杆 ，Enjoy， 好哦 ，Enjoy， 然后完全看不懂，反正就是 PT 给 PC 的。好 ，RIP 的话应该就是小岛秀夫这款游戏胎死腹中这样子，好吧？各位现在还看还正常吧？我跟你讲，声音要小声，什么声音？说，你说这个、啊？75%好不好？好不好？75%好不好？啊，各位。好啦，应该是不至于不行吧？而且我觉得虚幻四做出来的移植版本，感觉画质也没有差到哪去啊。把门关起来了，哇，这是蟑螂吗？不是。PT 有够大声，真的假的？好吧。我知道我要怎么做调整了，等我一下、喔、让我调调。哦呦呀，一个啊 ，PT 找到了，哦，调成60%，这样够了吧？等一下会不会有小孩被吓哭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反正就不敢看了，真的不要看了，不勉强。因为这一款真的是恐怖到不行，好不好？我只能说，胆子比较小的人，我是建议不要看的啦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一开始就有奇怪的声音了。Mother。门开不起来，到下一关。哦，他连开门的动作都省略了、啊，他就给你直接跳出来。现在上面时间23:59。Oh my god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要把我虚拟实境的那个软体拔掉，等我一下，它会吃我效能。好，拔掉了。啊，拔掉就没有下雨的声音 ？What happened？ 我想要不要重开一下？本来就没有，还是我拔掉就没有了。而且很奇怪的是，这款游戏打开它会需要你开Steam的 VR 呢。但不管了，这真的很恐怖，不要开玩笑，真的啊，这真的很恐怖啊！你家不要跟我讲 ，OK？ 你不要跟我讲说这个测试版没有完成。这个试玩版没有完全移植哦，你不要在那边跟我开玩笑，浪费我时间哦。干崩一下，干嘛走了 ？Oh my god！Hello， 开门。干死定了。哦哦哦哦哦，来敲门。Oh my gosh！ Hello！ 我靠，一直在敲门呢、欸！往回走，往回走！哇，也终于打你啊 ！Oh my god！ 我开始在冒汗了。
干，干别这样子好不好？哎、欸，门开了，哦，门开了，门开了，门开了，Oh my god！不要回头，不要回头。看，又重来了。我觉得这个游戏，我印象中啦，我印象中是会一直不断的轮回，它会一直不断的轮回，然后又越变越奇怪，就是这种鬼打墙的概念，你知道吗？干，我超级不敢回头的，因为我记得有一幕回头啊，干你老师，别闹哦，干妈的，我要走了，操你操你妈，干，拍胆小，你拍胆小。干吓死人了！天花板和墙壁上的洞，好，天花板和墙壁上的洞是不是？天花板、墙壁上的洞，墙壁上的洞，天花板。其实我不太敢回头，你知道吗？干！不要哦！快把门打开哦！Oh my god！我开门了！奥利耶！啊！让我开门啊！看门缝，白痴哦，神经病才看门缝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个版本移植有错误啊！哦，门缝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啊！你知道这种气氛僵掉了之后，就没什么好怕的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干你老师嘞！我操嘞！妈的嘞！有厕所有人不早点吭声，在里面那边拉屎拉那么久，然后也不关门，我操！哇！那这到底是开始有声音了。好哦，Oh my God！谁啊？干，不要闹啦！干，不要闹啦！Hello！Oh my god！哦，不要哦吼啦！不要那边哦哦！哦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要哦吼，不要在那边那么色好不好？
不要那么哦吼，好不好？嘿嘿嘿嘿嘿嘿，哦吼，哦那小，哦吼，你也知道你会哦吼吗？我也会啊，哦吼，啊哦吼，大家一起哦吼好不好？你说，大家一起来哦。哦吼！哦，干放出去！哦吼！哦干！这鸡腿啊、哦，鸡腿你！Oh my gosh！ 我擦！我靠，这鸡腿啊！谁把鸡腿放在这里啊？我可以出去吗？啊！我看不见，我看不见，我什么都看不见。帮我们摘。我看不到，哦，我要走不管了，烂游戏，我不要回头，我不要，哇，怎么那么黑？欸、我们今天玩到这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玩到这边吗？求你了！好，safe。我给你一个建议。干，又有那声音了啦！不要玩这款，去玩黑魂，不要，算了。你都这样讲了，我知道勇往直前了。可是可以不要那么黑吗？很多观众看不到，你知道吗？我要拉远一点。没事没事 ，safe。這是什么？很栽。照片按 X， 收音机桌上的照片。啊哥，你好，下一关。我要走了，我不管啦！啊啦啦啦啦！哦，有 baby 的哭声了。Hello， 麦克哦。别哭，别哭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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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 ！Fuck you！Fuck！ 妈的嘞！我电话。哎呀，怎么会奇怪的声音？我靠！我操！什么声音啊？电话没有 hello 啊！那不管了，我要到下一站门。感觉声音也太恶心了吧！冰箱里面有尸体是不是？我靠，真的变红色 ！Oh my god！ 红红哥，电话 hello。Hello， hell， 少了一个 L 了，没有动。
这个长得像马桶的，也不是啊。没有，你不要跟我讲说这是洞哦，我那边头壳给你扒下去哦。啊，你们那个跟我说那个是字怎么不见了？哎、欸！字不见了，字还在吗？哎、欸，所以说我这样是重置掉了、喔。这个步骤他网络上没打、啊。干还蛮好笑的哎、欸。可是他的狙还在啊，有没有？哦，我大概懂他的意思了。再一个 LL， 好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要走，跳三小。我干你娘！邱三小，啊，你笑屁啊啊！你笑屁是不是？有什么好笑的啊？好了，开始有动了，我们终于有动了，我们终于有动得，这个动吗？有了。Oh my god！ 啊，洞在哪里？他说接下来会干嘛？看到右边有一个小洞。Oh my！哦，Oh my god！ 加速世界啊 ！What the hell？ Sonic！ I am Sonic！ 无限轮回。安利五 happy 不？这个，哎呦喂！哦，找到洞了。什么声音啊？我什么都看不到啊！哦。被杀掉了 ！Oh my gosh！ 我靠，也太黑了吧！这是哪里？哦 ？You got fired, so you drowned your sorrows in booze. She had to get a part-time job working a grocery store cash register. Only reason she could earn a wage at all is the manager liked how she looked in a skirt. Oh my god! You remember, right? Exactly. 要听他讲完话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被我切掉了，没声音了。那我走到下一个区域了。我要走了、哦。看我，等一下回去的路在哪里啊 ？Hello， 我操 ，Walkie 啊！有找到，看这游戏不能跑哦。
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好像又恢复正常了，是吧？我直接到下一扇门了，不管了。哦，恢复正常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？到处走，直到画面撕裂及游戏重启。你可以收集5张丽莎的照片和碎片。等到晚上12点钟声停止之后，哦，要等我重启哦。什么叫重启啊？你说我现在到底要干嘛？我现在要做什么？可以拼出这张图的意思吗？我印象中我之前看人家，我好像有在拼那张图。可是你要怎么找得到也是个重点啊！干什么声音？可爱的小泰迪。Oh my god！暗蒙蒙。这个镜子会反射欸。2048 63 2048 63 63，好像是2048 63什么密码之类的。哇，门关起来了。Oh my god！ 重启了，重启了，就等他这样子重启就对了。哦，大致上好像看这个流程快结束了，直到画面撕裂以及游戏重启，然后呢，等到晚上12点钟声停止后，步行10步并停止。啊！然后你会听到第一次孩子的笑声，等待一切声音停止，对着遥控器说出，什么叫做对着遥控器啊？杰尼特。然后等待第二笑声，过程完全不要动，直到第三笑声出现，遥控器会震动，电话会响起，走到电话按 R3 就过了。很小啊，这个吧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这样，这个时间点就是等，然后等到它钟响，它真的会12点吗？因为 PS 遥感有麦克风，那我是不是要对着这个麦克，对着这个游戏讲 Janet 是这样念吗？还是我念错了？我去 Google 一下好了。你等一下念错就很好笑了吗 ？Google 小姐，帮我翻译一下。Dareth。Janet， 发音不标准，我觉得他发音不标准过不了啊。Janet 应该是选项。哎，有嘞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别动。第一个笑声，干鬼是不是来了？可是我不能动啊！一切声音都没有。
好不好？不敢动，现在我超级不敢动。千万别转头，我都不敢转头，好不好，大哥？千万不要转头，转头会出事。好，停了。然后呢？小孩没有声音，小孩没有声音啊。第二个笑声。怎么又来啦？我不敢动啊。他说要第二个笑声啊。哎，确定要转头还是不要转头？我想摸滑鼠，可是我怕我摸滑鼠转头，转看看。没问题。啊，干你老师！操你妈的！哦干！哦干！干你冲人小啊！不见了。这是遥控器哦，我只有麦克风，我没有遥控器哎。好哦，等钟声消失，往前走十步。干，没消失，我操你妈！到底要不要消失啊？现在，一二三 ，Oh my gosh！我不动哦。哦。哦。杰瑞福特，杰瑞，杰瑞福特。杰瑞福特。是我发音不标准吗？杰瑞福特。干又来了，但我感觉他这个复刻版格就是不给你做完美通关啊，我是这么想啊，没有就算了，我要关游戏了。好哦。第一个笑声啊啊 ！Oh my gosh！ 刚刚那什么东西？我刚刚那什么东西从旁边飘过去？我操你的！那三小，什么东西射在我脸上？我觉得他就在我后面呢、欸，我觉得他就在我后面呢、欸，我不能转个弯吗？来，我等他 BGM 消失，我看一下他这个 PC PS4 移植版到底能不能解除。
解掉所有的那个攻略哦，因为他说这个是要遥控器发话，我这是电脑哎、欸，我这是电脑哎、欸。Jeff，可是这是女，这是她，这是那女孩女人的笑声啊！我看一下，哦，第二声笑声完全不要动，第三个笑声出现，遥控器会震动，有了，然后遥控器会震动，电话响起，电话快响啊！电话快响啊！快点呢、啊，我不敢动啊！看你笑几次啊？好像失败哎、欸，怎么会有四次啊？不是说三次？Jared。Jared。我觉得是没有做好啊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某个环节又出错了，好吧？卖差了，不玩了。